协调性。他们今天呢，好好运动选美来现场来设置了一些不一样的关卡跟障碍。我们看这个选手们能否能一一顺利的通过，展现出一些呢在这个花式滑板，在这个跳跃方面的技巧。加速了吗？加速了吗？哎，过了，继续接力，哎，碎啦。当然了，我们这个高雄市滑板运动协会呢，他们也是这个极力的推广滑板的运动，也希望呢能够让这个滑板有一个最专业的场地建制，让这个滑板运动能够越来越普及，让这个高雄的孩子们、滑板的少年少女们也能够呢拥有一个越来越厉害的实力，带着台湾的荣耀，我们呢出发前往国际，继续呢带来更多更优秀更厉害的赛绩。尤其你看看我们这个滑板现在也是这个在冬奥也被纳入了这个比赛的项目哦，所以呢热爱滑板的孩子真的是很有可能变成我们的奥运金牌选手了哦。感觉他们又设置了更难的障碍，究竟选手们能不能顺利通过呢？冲啊，呜，跳，继续飞起来，不要停，哇，顺利达阵，掌声鼓励鼓励，太厉害了。滑板运动协会透过我们的推广呢，希望大家继续加油。家园在哪边？林家园。哎，那位条纹衫男孩刚刚比赛回来后给手拍拼哦，来来来，家园继续努力，代表台湾滑出更多优秀的好成绩。